谁报的警？我报的。家里就你一个人吗？嗯。被盗了是吧？我电信丢了。啥东西？然后两个项链，我们家儿子一个项链，好像其他的还有我不敢翻，知道吧？有没有被翻动的痕迹啊？哪个屋人？哪个屋人？就是这个。你先别进去。你不进？我都已经进去了呗。那你现在别进。现在不要进吗？2021年5月9日深夜11:50，湖北省丹江口市的刘女士回到家后，发现家中失窃了。接到报案后，警方立刻赶到刘女士的家了解情况，并对现场进行勘查。值得注意的是，刘女士居住在5楼，实施盗窃的嫌疑人并不是通过技术开锁和暴力撬锁的方式进入刘女士家的。通过攀爬这个天气管道，这个撬窗入室的。到现场以后，发现从出入口嘛，不锈钢钢管，然后被他剪这个掰弯以后，然后进去了，这个钻窗入室的。口子很小，这我们初步判断，这个嫌疑人应该身材不高大。嫌疑人攀爬到5楼，然后从刘女士家的厨房窗户进入室内。作案后，嫌疑人没有从刘女士家的大门离开，而是再次返回到厨房，钻出窗户离开现场。入室以后，就是我们在这个不锈钢，就是这个钢管附近啊，就是出入口处，发现有这个手套的痕迹，说明有一定的反侦查能力的。我们当时分析，可能是不是以前被打击处理过的。现场除了这个手套痕迹之外，就是窗台上留下的一个比较残缺的一个足迹。聚焦一线，直击现场。嫌疑人攀爬到5楼，进入到了刘女士的家中，盗走了3条项链。通过对现场的勘查，警方能够确定，嫌疑人在盗窃的过程中戴着手套，因此并没有留下指纹。从那枚残缺的足迹中，警方也没有获取更有价值的信息。目前，警方只能从厨房窗户外被撬弯的防护网来判断，入室盗窃的嫌疑人身材瘦小，并且具有很强的攀爬能力。侦查工作正在展开，让警方没有想到的是，这起入室盗窃案只是一个开始。在接下来的几天时间里，丹江口市接连发生了入室盗窃案。那么，这些入室盗窃案之间有没有联系？嫌疑人是单独作案，还是一个盗窃团伙呢？一起进入今天我们关注的事件，了解它的来龙去脉。夜幕之下，案件频发，可能会造成的后果是非常严重的。乔装打扮，行踪诡异，重光路亮，我们进行视频追踪。黑夜的遮掩之下，他们疯狂作案，逃避追捕，大到何时露出破绽？疯狂盗贼一线正在播出。2021年5月10日一大早，也就是刘女士家被盗的第二天，丹江口市公安局110指挥中心的接警电话就不断的响起。你好，丹江110，我们家被盗了。今天早上我5点多起来，我那个背包放在就是桌子里面，一看里面钱都不见了。你好，丹江110。啊，你好，我要报案，我家里面被盗。啥东西被盗了？家里面的手机。上次把我的防盗网那个全部给我剪坏了。你好，丹江110。喂，你好，我屋里面丢了一个那个黄金手链，不知道是谁拿走了还是咋回事，找翻遍了没找到。据丹江口市公安局110指挥中心的统计，2021年5月10日早上打报警电话称家中被盗的一共有4户人家，再加上5月9日深夜被盗的刘女士家，一夜之间竟然有5户居民被盗。作案手法和进入和离开这个室内的方法也都是一样的，都是攀爬天然气管道或者攀爬防盗网，从厨房进入室内，
警方对四个案发现场进行了勘查，结果发现这四起入室盗窃案和第一起入室盗窃案嫌疑人的作案手法完全一致，都是戴着手套攀爬到受害人家厨房的位置，然后撬开防护网进入室内。在这四起入室盗窃案的现场，警方提取到了清晰完整的鞋印。在现场的时候，我们提取了比较完整的足迹，有些这个家里面证据保留意识还是比较强的，然后家里面一发现被盗，然后立马就报警，这个现场保护得非常好。我们提取了很多这个比较清晰的足迹，然后我们通过这个足迹啊，就进行穿并和分析。现场留下的是40码大小的鞋印，在对鞋印进行分析后，警方对入室盗窃的嫌疑人有了一个初步的了解。当时我们就分析，这个应该是一个休闲鞋，休闲的皮鞋，软底的，身高分析在1.70米左右，身体还是偏瘦一点的，这一类，这些信息基本上就出来了。正当警方对这5起入室盗窃案件进行调查的时候，2021年5月11日凌晨1点多钟，丹江口市公安局110指挥中心的电话再次响起，又一起入室盗窃案发生了。你好，丹江110。你好，就是现在1点多，有一个小偷进我们家里了，把我们平板弄走了。我不知道他咋进来的，我门是反锁的。我听到响的时候，他从4楼厨房窗户跳下去了，爬到那个4楼，在进行盗窃的过程中，撤退的时候啊，他叫那个都是人家的那个做饭用的锅，给人踩翻了。引起了声响，当时家中那个女主人呢起来查看的过程中，她直接从4楼再跳下去。就我们当时可能感觉，因为楼层比较高，跳下去会不会嫌疑人也会摔成有什么伤，然后或者是这个被害人有没有产生搏斗这个情况，然后我们立即就赶到了现场。赶到现场之后，发现这个地方也是位于城乡结合部，后边也有山墙，然后但是后边是一块比较松软的菜地，我们反复在周围寻找这个，看看有没有嫌疑人可能会躲藏在某个地方，因为路都不是很好，后边就是山林，也不是很好走，我们就寻找了有2个小时，但是没有找到嫌疑人。犯罪嫌疑人从4楼跳下，然后就失去了踪迹。到了5月11日早上，丹江口市公安局110指挥中心又接到2起报案，同样是入室盗窃。接下来的5月12日发生3起，5月13日发生2起，从2021年的5月9日到5月13日，一共发生了13起入室盗窃案。你报警主要是因为什么事儿？家里被盗了。家里被盗了啊？几楼？一楼，还有一层，他3楼也被盗了。3楼也被盗了啊？两个都被盗了是吧？目前我估计那一家也被盗了，估计没人，哎呀，不知道。是从哪里进去的？我里边是台子上有2个脚印，我估计他从这。我们家被盗了，他们家也被盗了，我们家也被盗了。你们家也被盗了？对。你们是几楼？3楼嘛。丢了点零钱，丢了两双鞋子，别的东西不知道，等我媳妇回来才知道具体。他是从哪里进去的？你知道？感觉像是从窗户进去，窗户下面有2个脚印很明显，因为我每天拖地没有脏鞋印。接连发生那个类似的案件，我们感觉应该这情况有点不对了，应该不是一个单一的案件，应该可能是个系列盗窃。警方对13起入室盗窃案进行综合研判，最后决定将13起入室盗窃案进行并案调查。嫌疑人的作案手段都是一样的啊，都是通过这个撬窗，从窗户入室，撬窗入室的，然后进行入室盗窃的，然后通过这个技术民警的现场勘查，在几个现场都发现了同一个足迹脚印，可以确定是同一个嫌疑人作案。通过这么多现场一起串并的时候，就只出现了一种这个现场的这个足迹，说明进入现场的只有一个人。从现场勘查情况来看，进入居民家中实施盗窃的犯罪嫌疑人只有一个，那么这名犯罪嫌疑人会不会还有同伙？对此，警方又是如何判断的呢？当时我们大家意见可能也有点不统一，开始我认为倾向于2人，但是我们也有同志也说
有可能是一个人。如果两到三人的话，那一个人进入室内盗窃，那另外两个人或者一个人，他作用是什么？他主要是放风，对应该主要那个路口啊，一是防止警察啊，包括晚如果有巡逻的人员，二是他防止，所以说有些人晚上像上夜班回来的人，如果发现他们了，可能提前会发出警惕信号吧，可能便于撤离。我当时这样分析的。但是我们现在没有更多的线索和条件排除他是团伙作案，我们那时候估计的有可能是单人，有可能是多人，都没有排除掉。前期还确定不了。确定不了是单人还是团伙作案。虽然警方还不能确认犯罪嫌疑人的人数，但是犯罪嫌疑人选择作案的时间点是有规律的。我们通过综合每起案件的走访过程中发现啊，他一般在深夜凌晨作案时间，也就是凌晨12点到早上的4点多。因为这一段时间是人这个科学上这个生理上睡眠最香的时候，最深的时候，是不容易把人吵醒的，这是他对他来说是相对安全的时间。其中有一起我们记得很清楚了，当时在大洋路中学边上的一个居民，他说晚上的玩手机，他记得很清楚，晚上2点44分，他要手机放到床头上，床头柜上充电，早上7点钟起来发现手机都不见了。当时这个现场我们走访以后，我们基本上对大概时间有个更清醒的了解，应该是深夜。2021年5月9日到5月13日，丹江口市接连发生了13起入室盗窃案件。犯罪嫌疑人在夜幕的掩护下攀爬入室实施盗窃，警方注意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5月13日白天，丹江口市突降大雨，从那天开始，入室盗窃案就没有再发生。警方判断，很可能是雨水让楼体变得湿滑，导致犯罪嫌疑人无法攀爬入户。虽然这场大雨让窃贼暂时收了手，但是雨过天晴后，他很可能会再次作案。对于警方来说，当务之急就是尽快将犯罪嫌疑人抓捕归案。那么，犯罪嫌疑人究竟是谁？在案件侦破的过程中，警方将遇到怎样的阻碍呢？我们来听听本案涉及的相关各方声音，解开疑问，还原真相。深入调查，疯狂盗贼始终不见踪迹，抽丝剥茧，最终能否峰回路转？疯狂盗贼一线继续播出。短时间内接连发生了13起入室盗窃案件，这在丹江口市实属罕见，这也给丹江口市警方带来不小的压力，对当地的附近的这个居民造成了一定程度上的恐慌。因为我们一天不破案的话，这个嫌疑人他会持续的作案，一直作案下去。既然他入室盗窃，他这个很有可能转化成入室抢劫啊，或者是杀人伤人这样的重大的恶性刑事案件发生，所以这一块给我们造成的压力是很大的。2021年5月14日，丹江口市公安局成立59专案组，对系列入室盗窃案展开调查。在调查中，警方发现系列入室盗窃案的案发地点集中在同一片区域，主要是集中在我们丹江口市的丹江路、办事处，还有姚沟路、红花路，主要是城乡结合部，就相对来说偏僻一点，晚上人少。警方首先调取了案发现场周边的监控视频，希望能从监控视频当中寻找到犯罪嫌疑人的踪迹。但是在对监控视频进行仔细梳理后，警方并没有发现有价值的线索。我们的这个城乡结合部视频监控这方面比较薄弱，很多这个视频监控距离中心现场的位置都非常远，甚至这些这个案发现场很多都是这个监控的盲区，它无法形成一个监控上无法形成一个闭环来追击查看这个嫌疑人的路线。我们分析啊，这个人他是选城乡结合部，他主要是想避开我们城市里，像我们现在有天网工程嘛，到处安的有摄像头，他主要是避开摄像头，
另外就是像城乡结合部相对而言晚上你进入深夜以后啊，人员流动也比较少了，不比城区知道吧，有下班的人多，看他被发现的几率可能都少一些吧。西林入室盗窃案的嫌疑人到底是谁？是一个人还是一个团伙？作案后嫌疑人又去了哪里？摆在警方面前的种种问题都没有答案，案件侦破工作一开始就面临重重困难。当时我们在前期的视频侦查跟走访过程中发现这个案子还是跟以往有较大的难度，因为以往多少能提取点有价值的 DNA 或者说是现场监控，有一种无从下手的感觉，对我们认为破案的难度还是挺大的。警方对案件进行重新梳理，从犯罪嫌疑人攀爬入室实施盗窃，到后来躲避监控逃离现场的过程来看，犯罪嫌疑人具有很强的反侦查能力，因此警方决定对丹江口市的重点人员展开排查。前期判断是本地人在作案，因为当时作案的案发地点是丹江比较城乡结合部比较偏僻的地方，有很多我作为丹江人我都没有去过的，没有仔细研究过的地方，所以说他对那个地方既然那么熟悉，对监控的规避我们还是判断说他肯定是对丹江有一定的了解，丹江本地人的可能性要大一点。当时我们重点对一些像我们市里一些前科人员进行了排查，主要尤其对有类似的像攀爬入室盗窃的前科人员进行排查。在对重点人员排查的过程中，两名男子慢慢进入到警方的视线，这两个人引起了警方的高度关注。一个姓张，一个姓王，两个人之前也是因为这个攀爬入室盗窃，使用攀爬的手段入室盗窃被判的刑。那他们是什么时候刑满释放的？他们是今年2021年年后2、3月份刑满释放的，还有一个人是3、4月份刑满释放的。警方立刻对张某和王某展开深入调查，结果发现张某并不存在作案的可能。发现张某他这个每天基本上就是回家，晚上回家还是比较早的，7、8点就回家了，到第二天早上7、8点都没有出过家门，在作案时间基本上不可能出现在案发现场。张某作案的嫌疑被排除，接下来警方对王某的行踪展开调查，在这个过程中警方有了重大发现。王某当时有一天，我记得应该是5月11号，在凌晨1、2点中骑了辆摩托车从他们家出来了。王某骑他的电瓶车到达了案发现场那一块那个区域，从他们的家到案发时间实际上距离只有1、20分钟，如果他在外面再观察一下再进去的话，也就在我们估计的这个案发时间2到3点钟，这个时间非常吻合。从王某的活动轨迹来看，他有重大作案嫌疑，那么王某会不会就是警方要找的犯罪嫌疑人呢？在接下来的调查中，警方得到了答案。经过后期的一个摸排，我们找到了王某工作的地方，他查清楚是因为他刑满释放以后找了一个工地上班，当天晚上1点多出来，他只是经过了案发现场，最后到达了他工地去值夜班，第二天中午下班以后又正常回到了他的家里。但我们也这又一继续又排除了王某作案的可能性。两个重点嫌疑人一被排除了以后啊，感觉确实当时说也很沮丧，说觉得那个案件有那个陷入僵局了，当时也同志们的压力比较大，明显的感觉心理上很难受，所以我肯定要安慰那个同志们呢，让我们重新捋思路，我们再捋一捋到底我们前期侦查过程中有没有哪些漏洞，我们寻找心理线索嘛。警方及时调整思路，再次对案情进行深入研判，经过细致的分析后，警方找到了案件侦破工作的突破口，并且取得了重要线索。我们想，既然他偷了，他肯定会要变成钱，肯定要东西要出手，我们主要从这方面寻找突破口。经过一些大量的工作发现我们有一些那个都是被盗的那个平板电脑啊，包括手机啊，结果在那个都是襄阳的樊城区出现，在襄樊发现有手机和被盗的平板出现在襄樊某交易市场，手机交易市场，
我们的部分侦查员就急忙赶到消防这个交易市场，找到了这一家嚣张的商店，手机店。2021年5月17日一早，警方来到襄阳市樊城区，调取了收赃手机店外的监控视频。监控视频显示，2021年5月13日下午3点44分，两名男子进入手机店。半小时后，两名男子离开。有两个人非常可疑，因为去的时候打了伞，戴了口罩，明显手上拎着有东西。当时我记得很清楚，进去的时候拿了一个红色塑料袋。出来以后，红色塑料袋明显没有了。警方分析，红色塑料袋里装的应该就是赃物。这两名可疑男子来到手机店的目的是为了销赃。在随后对手机店主的询问中，警方也证实了这样的推断。店主承认了，就是这两名男子，拎着袋子，里面装的这个有平板，还有另外两部手机，卖到了他这个店里，通过这个核对，这两名男子卖到他店里的这个平板和两部手机，就是我们这个报案人被盗的物品。案件侦破工作取得重大进展，进入警方视线的两名男子正是系列入室盗窃案的犯罪嫌疑人。在接下来的深入调查中，警方确认，两名犯罪嫌疑人，一个叫李某光，另一个叫李某友，贵州省人，两人是亲兄弟。我们对那个李某两兄弟那个身份进行研判，发现他是从93年开始起，在我们四川打工，都是多次就是。作案，他是多次被公安机关打击过，基本上也就是哥们的感觉是他是说实话偷嘛，作案以后被公安机关抓住判刑出来以后继续作案，作案以后再被抓住，而且这次最近是这个出狱是2020年的9月份才出狱。李某光和李某友在2000年、2007年、2017年、2019年四次因为盗窃和抢劫，被人民法院判处过有期徒刑。发现这两个人是前科累累，曾经3次到4次因为同样的入室盗窃被法院判刑，而且还有一起盗窃演变抢劫，所以说我们对这个人还是极具危险性的。系列入室盗窃案的两名犯罪嫌疑人李某光和李某友终于浮出了水面。兄弟两个人在2020年9月刑满释放，2021年4月来到丹江口市，5月9日深夜开始攀爬入室实施盗窃。之后，他们趁着雨天无法作案，便到襄阳销赃之后又返回到丹江口市。警方判断，两名犯罪嫌疑人回到丹江口市后，很可能继续作案。那么，李某光和李某友两个人到底藏匿在什么地方？接下来还会发生哪些让警方意想不到的情况呢？他们行迹诡异，能否再次现身？在复杂的局面中，如何解开谜团？疯狂盗贼一线继续播出。警方在襄阳市对两名犯罪嫌疑人的行踪展开调查，结果发现，在5月15日下午，李某光和李某友两人在襄阳市坐车返回了丹江口市。当时因为我们在襄阳嘛，我们要开展那个追赃工作，一时撤不回来，就跟家中的那个侦查人员联系，对两个人的丹江的行踪立即进行研判，通过视频追踪看人现在在哪位置，他要干啥，同时调集警力准备抓捕他。
两名犯罪嫌疑人从襄阳市返回到丹江口市，警方密切关注着他们的行踪，发现两名犯罪嫌疑人自从返回丹江口市就在街面上到处闲逛。我们通过视频里发现个什么问题啊，他平常穿的是西装革履的，戴着大手表，看着非常整齐，给人一种造成一种成功人士的感觉啊，你根本想象不到他会是谁。所以他可能他没进入现场的时候，他也是比较，他是可能随便走随便看，他也是在实际他走看的过程中，实际他在踩点，白天踩点，晚上开始到作案了。5月17日，丹江口市已经雨过天晴，两名犯罪嫌疑人随时都会再次作案。警方一边通过视频追踪寻找嫌疑人目前的下落，另一边对宾馆的排查工作也在进行当中。我们在襄阳对两名嫌疑人这个身份确立以后啊，我们对他的活动轨迹进行研判，那个犯罪在丹江，那个案发时间段都在，我们分析他应该我们丹江应该有落脚点，我们当时判断有可能是也出租屋啊，也小旅馆，应该在这些地区，所以说我们对我们当地的小旅馆和出租屋也进行了排查。严格按照现在的旅馆业管理规定，要登记他们住宿的信息，住宿的信息，那么就给公安机关，研判这个案件呢，这个就会提供一定的线索。在对丹江口市的宾馆进行排查的过程中，没有发现两名犯罪嫌疑人的信息，这样的结果让警方感到有些意外。与此同时，视频侦查组传来了好消息，两名犯罪嫌疑人正在窑沟路附近活动。通过监控发现，这两个人现在就在这个窑沟路附近，而且在附近流窜。看样子，我们通过监控上看那个情况，好像两个人应该是在周围踩点，准备再次实施盗窃。然后这时候我们迅速派出侦查员赶了过去。2021年5月17日晚上8点，两名犯罪嫌疑人出现在实时监控画面当中，警方立即前往嫌疑人出现的地点实施抓捕行动。跟着这两个人沿途看一下他们去向，发现这两个人一直到了一个隧道的位置，一出隧道拐进了一个比较密集的这个小树林当中，我们侦查员就在周围伏击守候。这两个人历经了将近20分钟的时间之后出来，我们发现两个人从之前的衬衣和西服变装成了这个短袖和一些比较差比较脏的一些外套，并且将自己当时背的包已经装得鼓鼓囊囊的。两名犯罪嫌疑人变装后从金岗山隧道口的树林中出来，警方立即对两人实施抓捕。好点，哎，我好放了不动，啥的放松放松，啥的不动，手放松手放松，站蹲下，好，真的，一样样摸，从绳儿拽他的，松松了呀，对，一样摸，手打开，手打开，就是从这个边这个人身上，不要不要，我要改搞啊，爪子，两二三个手电，一个手套，两个口罩，一个充电器，一个手表，然后这些现金，好，现金啊，我不让你看，让你看，该让你看的话，你看。宝宝，好，打开。宝宝里面有可是钱。黑色双帽进行了就是检查，发现里面有大量的作案工具，有压压钱呢，还有小手链，然后一些手套，然后口罩，也之类。也作案工具，还有一部分现金。两名犯罪嫌疑人被警方成功抓获，但是他们对自己的涉嫌犯罪事实拒不交代。两个人是，一个是不开口，叫什么名字都不说，另外一个只说名字，干啥不说，一口否认说以前没来过丹江口市，就都没来过你丹江。我们今天你们为什么抓我们？他反复的问你关上你为什么抓我？你凭什么抓我？警方清楚地知道，虽然犯罪嫌疑人已经归案，
但是接下来还有非常重要的工作要做，那就是尽快起获赃物。当形成完整的证据链以后，嫌疑人不管如何抵赖也都是徒劳的。抓紧抓赃嘛，必须要自己以赃物以证据来说话嘛，所以我们就是对他的这个活动轨迹反复研判。他带我到我单位来了，在哪些地方我们反复研判，结果发现一个都是他都是那个专我们抓他之前消失在了树林那个位置，还是很可疑的。警方判断嫌疑人很有可能将赃物藏匿在树林中，在对树林进行搜查的过程中有了重大发现。发现什么东西？有其中有他们的身份证，有手机，还有了这些现金，还有个金银首饰，还有手表，还有一些项链啊、耳环啊，还有一些的纪念币啊，还有一些古币啊。在树林里的多个地方，警方起获了大量赃物，还有嫌疑人换下的衣服。随后警方又展开深入调查，最后在一座桥下的涵洞里找到了两名犯罪嫌疑人的落脚之处。他藏在一个大桥下头一个非常隐蔽的一个桥洞的下面，就我们发现了大量的生活的一些痕迹，有被子啊，换洗衣服啊，包括还有我们在现场发现了一部分都是被盗的那个酒瓶子喝的酒，他生活的一些用品，所以我们基本上判断他应该是他就是要丹江的藏身地，也就是他平常用于休息的地方。2021年5月17日晚，李某光、李某友两人被警方抓获之后，警方起获了大量赃物，五九系列入室盗窃案成功告破。李某光、李某友兄弟两人多次因入室盗窃被司法机关打击处理，在2020年9月刑满释放后，两个人仍不思悔改，重操旧业继续作案。兄弟二人有多次盗窃的前科，那么这对定罪量刑有什么影响吗？我们来听听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袁斌教授的解读。多次盗窃，他即便每次盗窃的金额不构成数额较大，不单独构成犯罪的话，他依然可以因为他多次盗窃按盗窃罪追究他的刑事责任。所以多次盗窃本身它就是一个可以直接追究他刑事责任的一种情形，对定罪会产生影响。另外一个影响就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盗窃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一般情况下盗窃罪数额较大、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规定了具体的金额，但是这个意见同时明确的规定，如果曾经因盗窃受过刑事处罚的话，那么认定他数额较大的标准可以按照前面或者是一般情况下规定的数额较大标准的50%来确定。也就是说，如果他是多次盗窃，前面已经因为盗窃受过刑事处罚，那么他的金额就减半，就可以追究他盗窃罪的刑事责任了。同时，多次盗窃包括以前因为盗窃受过行政处罚或者是刑事处罚的话，他本身也可能构成我们刑法上的累犯啊，或者是再犯。其中再犯是属于一种酌定从重量刑的情节，而累犯是属于一种法定从重量刑的情节。那么根据最高司法机关关于这个常见犯罪量刑指导意见的规定，都是可以从严来进行处罚的。所以多次盗窃在我们刑法上，它既是一个影响盗窃罪定罪的情节，也是影响盗窃罪量刑的情节，会对盗窃罪定罪量刑产生重要的影响。2021年6月22日，李某光和李某友二人因涉嫌盗窃罪被湖北省丹江口市民检察院批准逮捕。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法治资讯，可以在微博央视频中搜索一线，关注我们的官方账号。这里是一线，我是陆晨，下期节目再见。